试图想要拉扯，扯出了大地墙，这个太多那个太少，到底该怎么思考，拿出自己累积的经验法则，才不会跌倒。两个极端的你如何能通力合作，才能享有漂浮好感受，也许心里才会好过。什么都没声音，再次给我一个吻，那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。是谁真的站在高处拥有美好风景圈？牺牲另一半好念头摇晃落地了，坏念头不是不好，只是要懂得思考。最佳的平衡，两个极端的你如果通力合作，才能享有漂浮好感受，也许心里才会好。